我这个传感器收到了啊，3天前拍的，3天之后就收到了啊，3天前的凌晨拍的。看它上面写的，U.S. postage paid，美国的 postage 是邮费，paid 是付了，美国的邮费已经付了。7月16号，2021年，月日年，对吧？From 1894，来自于两磅啊，这个 IBS 是代表磅啊，两磅零欧兹，第八区域。然后这个 Pitney Bowes 是。美国这边一个邮政的一个什么品牌吧，这个 price 是什么什么价格啊？No surcharge 没有附加费，priority mail 优先级邮件2天啊，还行，他这个3天就送到了啊。然后他这个发货地呢是 PA 是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州啊，美东那边邮过来的。这个 LLC 是 Limited Liability Corporation 有限责任公司啊。还不错啊，然后这个是 estimated delivery date 估计运送日期7月19号啊，今天是7月19号吗？delivery 送达啊，今天送到了，还不错啊。然后这个盖住的是我的地址啊，然后这个 USPS tracking 啊是邮局的这个跟踪号，track 是追踪，这个星号代表这个号码对吧？还不错，然后我就迫不及待的把它拆箱，把它用吧哈。因为这个传感器，此前订了一个2个月都没送到啊，然后这个3天就送到了啊。之前订的是在澳大利亚发货啊，那个2天没送到啊。这个 Lona Donny Short Bread 短面包 Cookie 短面包圆饼啊，这个箱，哎，这什么意思呢？难道这不是邮局专用箱吗？不是啊，这个箱以前是装食品的，装短面包圆饼的，之后。它贴这么一个标签儿，它这个标签儿用这个塑料膜盖上了，防雨的啊，这个还是不错啊，防水的啊，有一层膜，看反光可以看出来了，对吧？我把它拆开，看它另外几个面儿，它贴这个胶带写着 United States Postal Service，就是 USPS 嘛，美国邮政服务。然后它这个是一个装食品的箱，以前对吧？啊，它这是交叉这么。贴的这个胶带，priority mail 啊，优先级邮件，然后呢，这个写着 "This product is for use with priority mail"，本品用于优先级邮件，misuse may be a violation of federal law，违反规定使用呢，可能是违反联邦法律的行为。这个标签儿不是为了再次销售啊，也就是说，这种胶带呢是邮局专用的，用于。优先级邮件用于优先级邮件的，不能用来粘别的东西啊。如果粘别的东西，可能会违反联邦的法律。Visit us at usps.com 啊，拜访我们在邮局的这个公司网站上。2015年1月份的啊，做的标签对吧？设计的标签。我现在就把它拆开了哈，它这个还是。包装的还挺结实啊，对吧？还是挺结实的啊，这个侧面都包着。我拿小剪子把它剪开啊，这个小剪子那中国带来的，这个就剪开了。这个传感器那种插电式的啊，它的标价是美元29.95，然后加税之后呢是32.53。我算了一下，它这个税率是将近9%啊，8.6左右吧，8.7左右啊。这个我就迫不及待的把它，打算把它使用了。然后它的具体说明书哪天再翻译吧，我把它拿出来啊。哦，我把它拆开啊，先拆开。就从这个盒里拿出来了。他说这全新的，但是没有贴封条啊。它这个难道不封口吗？它这个没有封口啊。就说拆不拆开也不知道，是不是他以前曾经打开了也不知道。他卖的时候，这个标的是 brand new 啊，就是崭新的，嘎嘎新的。还有一种叫 open box，我怎么感觉它像 open box 的呢？好像开过箱的样子，感觉啊。感谢你，希望你有好的一天啊，就这意思吧。好吧，还不错。这个我觉得在我搜的，在 eBay 买的哦，这里面它是相对便宜的一个啊，就是不到30美元啊。我把它从袋里拿出来。这个先拿出来了，感觉它这个水箱比我以前那个好像小一点，也行吧。
600毫升也够用了啊，600毫升，是吧？够用了。然后它这个有一个盖儿，盖儿是可以拿下来的。我以前那个是那样的盖儿，这里边是喷头，这种的。喷头有各种各样的喷头，应该也够用吧？比我以前那个水箱小，但是也够用，也够用。行，我现在就迫不及待的把它连上电，然后就开始冲。不错不错，就2-3个月没冲牙了啊。它这个下边还带这个粘什么的啊，带真空粘贴的，就是说它一放呢，它会真空的粘在这个面上。Oral irrigator 口的灌溉器，100伏到240伏啊，通用的，中国也可以用，美国也可以用，中国制造 ，Made in China 啊，这样，嗯，好嘞，好嘞，迫不及待的就直接拿来冲了，这个水倒的太多了，刚才一摁这个盖儿，它这个水洒了一些，水箱有点小，还行。噪音不大啊，噪音比较小。它这有一个吸盘，吸这个玻璃，看吸的还挺牢，看，哎，不太好拿啊，还不错，整体还不错啊，32美元多，32块5毛3，合人民币呢200多块钱吧，也还可以，不错不错。就是水箱稍微小一丢丢啊。我在香港买那个，不是我在网易贝在香港拍了一个，那是900毫升的水箱，比这个大。以前我那个冲牙器是多大毫升的了？差不多也得800-900吧。这个水箱小，但是也行，也能冲出点东西来，对吧？嗯，也行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嗯，不错不错。这个就属于经常啥吧，啊，经常用吧，哈、啊，这个把这个牙线弄掉的一些东西冲一冲，牙磨这个牙龈按摩一下，对吧？欧了。